有去上班啊，还一脸惨白。我来例假了。吼，你耍特权哦，大家都是周休二日，为什么你今天就可以休例假？哎呦，你这样问我很不好意思耶，我是说生理期啦。哦，那在台湾叫做生理假啦。至于例假，在台湾指的是每周固定休息的假日，你每周都来例假，那可要看医生哦。